此时我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。爱是谁帮咱们得解放，亚拉雷索是谁帮咱们翻了身，你说我自个儿搁家连说话人都没有，闷死我了。老方，哎，王方，王叔，我爸不在家。嗯，不在家啊？我找恁妈。嗯，老米呀、啊，老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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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妈呀，那怎么了？还贴了封条了我呀？怎么回事？哎妈，怎么了？嘴中风了？啊！你不用比划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你叨叨叨叨，他们不爱听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老米呀、啊，我，你歇会儿，我说他们行不行？你歇会儿，你歇会儿，你。哎呀，我学你们几个孩子，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哎呀，王叔，你看我妈好不容易封嘴了，你就过来了，是不是王小钱在家不听你叨呢？你上我家找感觉来了？这个感觉你们还真得找一找。我跟你说，你王叔啊，也是好多年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。哎。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俺妈就爱唠叨，我烦，不爱听啊。她一唠叨，我就和她犟嘴；她一唠叨，我就和她犟嘴。有的时候我还故意气她，唠叨大了我不听了，我离家出走，我叫她好几天见不着我。后来说了媳妇儿，这个媳妇儿呢也爱唠叨，为这个事儿啊。俺俩可闹了不少的矛盾，还有一回啊，还动了手。哎，现在这两个人啊都不在了，我再想找个人和我唠叨唠叨，再想找个人我和他顶顶嘴。没有了。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和恁说吧，孩子，身边要是有个人经常和恁唠叨唠叨啊，这是幸福啊。好，哎，雨璇，想搁家喝个茶，赶上停水，想上咱家来凑个热闹。老米疯贼，我学那几个几句还嫌我多贼。走了，找个人多的地方听他们唠叨唠叨去。你俩感没感觉这屋咋这么安静呢？你俩整点动静出来呗，要不怎么瘆得唠的呢？是啊，这么会儿没听妈唠叨，好像少点啥似的呢。
妈，您在屋里干啥呢？出来呀，多没意思啊！就是啊，妈妈，你出来跟我们唠会儿嗑呗。哎哎，妈，你出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妈，你说会儿话。来来来来来，把口罩摘了，唠会儿，说。你俩都放开我的妈妈！干什么呀？老让我妈说什么话呀？我妈肚子里都没有东西了，还说啥呀？是吧，妈妈？说咋的？你有话你说呀，来，这肚子里有说。妈，你说。妈，就不说，你们别忽悠我。哎呀，妈，没忽悠你，妈，我们可爱听你说了。妈，你就说呗。说呗。说。妈妈，你吃根香蕉消消气儿。来，行了，别打一巴掌，给个香蕉吃了。哎呀，妈，别听他的，你听你二闺女的，你二闺女前两天哈就去逛街去了，看到那商场里边有好多卖老年人的服装，可漂亮可漂亮的，哪天带我漂亮的妈妈去选两件吧。别虚头巴脑的，妈，破茶壶嘴好。哎，这，妈，妈呀。这你做的那个鱼香肉丝，我给他俩做了，他俩说咋就不是妈做那个味儿呢？哎，妈，你就教教我呗，啊妈。行了，别来这套了，我早都看透你们几个了，不就嫌我唠叨吗？你妈我是河里冒泡多余，外国人撇标枪，我发扬艳。你别走，别走，妈，你就说吧，我们再也不堵耳朵了啊，妈。对，妈，就你刚才这一会儿没唠叨，我们都觉得浑身特别不得劲儿啊。想开了，我唠叨你们几个，你们不愿意，不领情，不道谢。我是吃大酱，喝酱油，我闲的。哎呀，妈。王叔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有人唠叨是幸福，妈妈，你就给我们点幸福吧。妈，你就给我们点幸福吧，妈。行了，都嫌我唠叨，你们大伙儿说我唠叨吗？唠叨。哎呦，孩子们呢？这老人唠叨你们几句呀？你们可别躲，也别藏，千万也别生气，那样老人最伤心了。当妈的唠叨你们几句，都是给你们幸福啊！都不知道好赖你，妈，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别妈妈的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唠叨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妈真生气了，急眼了，急眼了。对，不能够。我敢打赌，不超仨数指定回来。一、二，你们不让我唠。